Suna.有什么道理把人能够拿倒呢？主要在推手里。如果形成之所拿，然后突然拿到，这个就会使对方手背折断，受伤不定。之所拿，反拿手腕。 突然，他的主要理论根据是：当对方和我推手，我随时都可以用翻拿手腕来拿。 如果这个样就会突然拿下，就会使对方受伤。到这里，突然以右手翻拿他的手腕，然后突然向下。 形成三角拉劲，然后突然拉倒，转身折背，这就会转身折背。 再旋转成三角形，这指法突然，它是什么原理？主要是两个人进行格手的时候，两个人好像都是很客气的，来来来来来来来，然后自己突然以手拿住它。 一个字头或两个字头，突然来一下，折就是折指法，抓住对方的。如果像现在，两个人他以为你要去割手，到这里你突然拿住他一个字头，然后用劲突然向下来去，对方。 为了护自己的手，就会疼痛扑地，这就叫折指法。圈肘拿手腕，圈肘，然后突然圈肘拿手腕，因。 对方很自然地
向我向后领动的时候，我突然以左手从他的右手下边技术性圈下，然后使自己的身子靠住他的手背，然后身子向后，然后突然进行踩拿，就会使对方疼痛而倒地。 下过一肘，当对方过肘，怎么能够打倒人呢？它的主要理论根据是当。 对方过来，很自然的向我推手，我突然以红固压向对方的右背，然后右手牵动向下压下，也就是一抖毛，嘿，这就是左过一肘，右过一肘。 他的理论根据主要是在旋转当中，突然以右红固压向左对方的左小背，然后自己的左手向对方牵动，然后使对方扑倒，撑，旁肘。 旁肘的主要理论根据是脱手，自己用技巧脱手向对方，把对方的双手捧住，使对方没有遮挡，然后使对方受到肘的捧作用下扑倒在地。 如果现在我以左手把他的右手拦住，他就会失重，然后以三角劲向对方进一步，然后以肘向对方捧打，转身靠，走，你踩拿我的手啊。 过去，然后踩拿，往下拉我，撑，撑，这就为转身靠的用法，对方踩拿住你。 你没办法解脱，只好转身用靠击向对方。如果用得得当，使对方很神秘的倒地。这也就是古传转身靠，转身靠也可以变为转身肘。 当对方把我向下捋去，我没办法转动，让对方突然打去，称转身靠或转身用肘，转靠，我用。
转靠就是把自己的步要变为五行步，五行步在太极拳里为秘传。现在的年轻人和即使练了几十年的人也不懂得五行步，它的主要理论根据是当转过来右腿突然插向对方的裆内，就叫三角五行插裆法。所以以自己的左步向后一刺，右肩突然转去，就为转靠。下讲迎门靠，这就是迎门靠的用法。迎门靠为什么能够把人击倒？它的主要理论根据是使自己全身转为三角镜，运镜于肩膀向对方胸口突然击去，使对方形成背脊三角形，然后在巨大的撞力的情况下自己扑倒在地。下接迎门肘，转去迎门肘，下接合虎掏心，黑虎掏心，下界探花锤，探花锤，下接出手锤，野马分鬃绝命脚，野马分鬃，野马分鬃绝命脚为合腿性质，主要是两人在推手的时候自己用绷劲打不到对方，但是自己的脚完全可以置于他死地，然后突然向后一带
然后以左脚向他的裆部突然打去，就叫绝命脚。这个沿用已经非常少，并且很现实。你也可以变为顺步蹬脚，顺步蹬脚到这里往下一带，然后抬右腿向对方蹬去，这就是野马分中绝命脚，左右蹬脚，一退来就可以用右蹬脚，然后向对方猛然踢去。如果对方向后退的时候突然变步为左蹬脚，埋头扫穴，太子白马卧蓝，白马卧蓝和埋头扫穴的分别主要就在于过步与不过步。不过步为埋头扫穴，他主要讲我们的样子好像在埋下头在扫穴，主要用于右靠，所以当你和人退着的时候，自己将对方引起，突然以右靠向对方靠近，这就为埋头扫穴。埋头扫穴主要是过步为埋头扫穴，然后像他的样子像扫穴一样，好像拿一把扫帚在扫穴，所以他称为埋头扫穴。两人在推手的时候，突然将对方领起，然后以右步跨入对方的右后边，然后以右手压向对方的胸部和或者颈部，形成埋头扫穴，它的具体的事实就是看。穿乐一肘，穿乐一肘，在这里，穿乐一肘。的主要理论根据就是顺步将对方带起，两人在推手的时候顺步带起的同时，以交叉手突然将他的双手捧起，然后使自己的右肘突然穿向对方的肋部，使对方受伤。穿心肘，到这里，穿心肘主要的理论根据是
当对方方手向我压来，我以三角绷劲向对方提起叠劲，就是突然一跌，使他的双手离开他原来的位置，然后肘尖直接穿到他的心口上，然后突然乏劲。飞脚的用法，然后突然以右脚向对方猛然再换左边啊，躺倒，起蹲靠，起蹲靠还可以挑肩，向对方挑肩打他，就是拖肘，然后向下，起蹲靠还可以变步起蹲靠，背折靠，它的原理主要是对方的手突然落空，我用转身靠变为背折靠，它的主要理论根据是突然将对方的手拎起，然后是右腿踏进他的裆内，然后是右靠突然打向对方，第四种推手名称叫大吕，大吕在技击上意义自然有它的道理和需要，它主要是锻炼自己裆内的弹簧定，弹簧定是太极拳里追求的一个比较高层次的练法，但是它在技击的实用方面是比较少的，所以在文献各家推大吕的练法和技击方法严惩不一，它主要以两个绷劲为主。
打捋的主要理论根据是锻炼裆内的弹簧筋。如果我们把架子练低，裆内就会受到长期的锻炼，你的经络就会被拉开，然后产生弹簧筋，使对方向你推来或者打来的时候。 你就会用低架子，然后达到不被打推倒的目的。打捋下界烂彩花。烂彩花的原理主要是提升前四种推手的方法，把。 定步的，或者是进一退一的，提升成没有一定的步伐，没有一定的招式。在旧时，烂彩花学到这里已经就很少，因为烂彩花的步伐。 已经接近于散手，但是演练烂彩花主要在于身法上下功夫，身法、步法，也就是说手眼身法步必须得合一。 然后用上哼哈二气，你就会是在技击上就会呈现另一种景象。它的演练方法和理论根据主要以三角，以内三角。 外三角，缠丝，开合，综合性。所以，在练习烂彩花的同时，一定要集中全力进行演练。烂彩花的演练方式是。 这个劲，非小鬼推磨，也称高探形式。它主要是看到对方三脚不稳，所以突然发劲，就达到了预期目的。第一。
二个抱虎退三。喊！他的主要原因是我们两个人在推的同时，他这里显露出来，所以我就用迫劲一迫，然后突然用劲，所以抱虎推山就能够将他打倒。地下双脚形成了横劲，所以我用三脚凿他的中心就能打倒他。这个偷步高探，顾名思义，他是偷打的，但是你必须得做到别人不知，人不知我，我都知人这个境界。所以两个人在进行烂彩花推的时候，你发现他那里成为十步，你再打他。它的原理主要是，当这里它已经形成了偷步高探，偷步高探，顾名思义就这个步偷上，然后突然发劲，形成三角劲，就能将对方打倒。背着靠。背着靠为什么能够将人打出，主要是他那里形成了字的感觉，就是说在三角上他已经成立了被推倒的情况。他的主要理论根据是，当他走，如果形成这个样，自己的肩靠要大胆地上去，然后啪，就可以将他打倒。圈腿高探马有两种打法，四种高探马为什么能够将人打倒，它的主要理论根据，一个就是他走的时候这个腿退得慢，我突然变劲，然后突然上去，然后走，能够把他打倒。第二种，到这里我的腿是小步，他的腿是大步，如果我用三角劲上推下勾成三角勾他的腿的时候，就可以把他带出去，这就叫高探马迎门走。
迎门肘，主要是当你带过人来，他已经形成三角镜，然后自己用右肘突然发劲，左合肘，它的主要理论根据是把人带过来的时候，然后以左肘向对方右方右侧面狠劲的打去，再拿手，因为烂彩花上对手是很敏感的，所以在这里必须向学员讲清楚，这穿乐肘，穿乐肘要慎用，穿乐肘只要用自己下俯身的用法，这一个用蒙头，然后向下打出，打个斜形，这个为斜形。斜形在使用当时为什么能够把人打倒？为什么他能够把人打倒？主要是利用了他的身子的连劲，因为他的胳膊和自己身子紧紧的连住。如果我们拿人拿得得当，并且能够看住他的身子，那么用三角指劲向外完全可以把他打出去，甚至于打倒。金鸡独立，他的主要理论根据是用咱们的术语来讲，就是一个捧劲，把人捧起。所以当他形成这个气势的时候，自己突然啪向上，就能使他把他打倒。转到身后了啊，好，拍子身后打肘，打拳，打指，打脚，都可以将人击倒。他的主要依据是当他以花步然后来接我这个手的时候，自己突然变步穿到他的身后，然后以肘猛击，这样就能使对方受到
伤害；二，扑倒在地。推手，你推的再高明，也必须的能应付散手。所以，在太极拳里，在对第六种推手的时候，已经能够，或者说已经将将能够进入散手。那么要把太极拳里的招式用于散手，还要经过一段的磨练或真正的实践，你才能够做到太极拳旧社会就称为成熟的境界。那么通过推手的演练，可以使你穷招数而见悟动静，动静后而接近神明，你就会进入门招门式，可以进行随意发打。所以练太极拳首先要懂招。在这里我只能简单的把太极拳或者说是文献旧社会那一套著名的招式给大家演讲出来。那么更多的招式和更深的功夫，那么的需要学者或者大家共同来研究开发，使我们太极拳推手更上一层楼，更能显示我们太极的真功夫。